圾袋换卖垃圾袋的那个行政成本跟垃圾袋收到的钱其实差不多，你就知道市民其实已经把垃圾量减到很多了，我们就可以垃圾袋根本不要收钱了。从环境正义的角度，有这种设施，包括工业或是文化炉这种设施，它跟疾病是有相关的。对，那既然跟疾病有相关，那它这些设施所处的那个地点，它这个地点的周遭的居民是，如果它受到了这些健康风险的影响，那以一个社会的角度，我们怎么面对它？对，只是国内过去用回馈基金这样的观念就给它污名化。那不管是金钱的、非金钱的赔偿跟补偿，是在环境正义里面是被接受的。各位士林北投的乡亲，大家好，我是台大工卫学院詹长全，最近刚完成台北市内湖木栅北投垃圾焚化厂附近流行病学研究第二期的结果，发现呢，焚化炉附近居民的健康跟焚化有关系哈，特别是15岁以下的小孩子过动的情形、异位性皮肤炎的情形，以及50岁以上的成人的糖尿病这三个疾病呢，它跟焚化炉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啊。从全民健康的角度，我们应该要逐步的淘汰以焚化来处理垃圾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支持林志忠先生渐进式减少台北市焚化的这个政策，同时基于环境正义，对于受焚化炉影响地区的居民的一些回馈的方式应该受到鼓励，例如垃圾袋的费用的免征收，以及其他有益健康跟环境的其他措施都应该受到鼓励。如果你购买垃圾袋换卖垃圾袋的那个行政成本跟垃圾袋收到的钱其实差不多，你就知道市民其实已经把垃圾量减到很多了，我们就可以垃圾袋根本不要收钱了。士林北投乡亲大家好，我是蔡英文，蔡英文在此特别推荐民进党提名新人才林志忠。林志忠是在地人，高学历，有本土心，我点名肯定林志忠。士林北投正在改变，需要一位真正了解在地的专业人才来为地方打拼服务，恳请乡亲全力支持，让林志忠为您来招手。这届伊咧台北市，咱这区议员候选人蔡英文主席第一个背书的，就是世忠。那么别人不管安怎啦吼，世忠一定要调。我一只。在座所有的乡亲，还能拜托，把世忠啊支持起来。好，好，好了，林世忠，真正不简单，哦，切大家管，不是人管的，是切大家管。你看，美国华盛顿州西提大学的硕士，佫是淡江大学的硕士，我的硕士团，我特别比我来管。啊，那些数量跟澳门科技大学特殊研究，哇嘞，这搞到这，啊，想讲哦，真正无简单。啊，今仔日伊有这个志气，要来为国家、为公众来做代志，这款精神、这款意志，该无简单。我是做其他，真正台北市话，啊，当加选几啊好议员，像咱林世忠安尼，少年才俊好人才。啊，咱就把支持给他出来，给他当入去市会，给他当替咱做代志，给他对阮的有了解，对都市计划有了解，对国民的咱走总有了解，给咱石牌车，给
咱车车，有咱电动车，有咱一世界，拢规个作为主席，阿你好嘛不？咱社长吼，会使讲吼，从顶届吼，顶届了后就开始吼，就开始咧跑咯，即几年、即四年来吼，会使讲无时不刻吼，沿地方去走动拍拼，嘛是为即届选举。主要来讲，伊咱咧十二年前个选举就开始，你讲即个文化咯，变转来吼，变转来甲监督文化，但是哦，即个吼，我都处理。为啥我都迄当个时，我是咧社区吼，做理事长啦。但是我就发动一挂咱这个吼，咱这个环保施工，但是这个量无啦。所以讲，这吼，但是这种提出这个问题，这个文化路、干部文化路问题哦，还是讲粪扫袋啊、便池哦，这是当然，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任务啊。讲希望讲，大家当支持讲，咱北投市民、咱在地囡仔，咱消费了大量，林社长、社长，吼，希望林社长有机会当选的时候，相信哦，咱一定甲监督叫伊争取咱北投，甲继续地方来做啥开发。造福利，啊，改变咱的生活品质。无论如何，决定爱让咱生活会当比过去较好，会当改变咱生活，会当改变咱的政治结构，会当让会做代志的人出头，啊，咱就甲支持，啊，你好唔好？要拜托国民，吼，无论如何，爱让咱在地子弟，谢总一届机会，啊，你好唔好？开始就看到世宗啊，在咱头前面安尼一个一个咧甲大家握手，一个一个咧甲大家拜托，迄就是咱在地囡仔的精神，嘛代表着讲，伊希望讲会当用伊对着咱在地了解，对着咱在地迄种感情，会当为着咱所有咱北投树林所有的好朋友来走动。所以这种微博士级的人才，咱是不是要跟邓小平来讲对不对？ Yeah! 台北市政府跟咱讲哦，这粪扫量一直在减少，但是奇怪，粪扫量减少，是安那咱北投的焚化炉，咱的量无减少，这就奇怪啊！啊，这个奇怪问题在倒位？就是伫台北市政府嘛。啊，台北市政府上监督会对？就是议会嘛，啊议会什么人会当替咱发声？就是恁社长来讲对不对？比那个北投真的是所有的风俗民情哦，咱讲真的真正爱咱在地人，该做一个好好的整顿开发。我讲真，伊有足侪伊的宝藏，而且有足足侪伊过去的文化的古味，所以我相信社长啊，乃当用着伊对着咱北投的了解。那是咱北投人的福气。做咱社长也讲，只要伊若当选，一定尽全力，伫上短的时间，争取咱北投文化路来回馈咱的里民，回馈咱的选民啊！来伫本社底下来做补助，予咱伫遮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分配。大家好，好，咱民主进步党长期来伫咧即区。无北投选出来的议员，咱北投地区需要在地的议员。咱民进党拄啊说中央一个，在地人上解了解在地的问题，所以咱北投人优先全力来支持说中央，好唔好？北市、新北市遮济议人要来选议员，实在向大家讲，真正。我出来到招总、到高雷、到高吹，也是林世忠这个名。这届在党中央好加在文家做中常委，要来过高雷这区会使开放竞选，予这种会做代志，但是袂表演人，也有机会来做议员。莫讲政治，永远是有钱人为老爸传到家里，完全拢是会表演人的表演，予这种骨力在地方安尼拼。遮侪里丢朋友，双人还看到青岛里招朋友啊，拢知影世宗这四当来，伊四当前初选无过，这四当来同款伫地方认真招总。世宗要从我足欢喜，第一伊是正港在地人，
因只像别人都只安尼好安尼绿三三花花的钱咧咧，啊我白蕊嘴，我较大件我就算一彩地，粉花咯，伊咧骗，伊个亲戚朋友咧骗，伊个厝边咧骗，所以伊才会甲人做无共。看到树林北头咧落雨，伊才骗别人较艰苦。啊，学历比起别人是毋是上好？能力伊家己做事业，你予咱遮在地人看，是毋是上好？而且伊佫甲我讲，我老师，我一定要来拼。我讲啊，你若拼袂起来，拼袂起来，我死道路。我嫁，我嫁袂来啊！啊，佫甲我讲啥呢？我毋是为着啥物，我要做白老财，薪水，市议员的薪水，我绝对拢回馈地方。哎，这我反而感动的，我也感动的。走，袂使做二等的居民，予恁世宗机会，替大家走全拍拼，做代志总要放心安心。当然，我也做啊，做安心的。拜托予恁世宗一个机会，福建各位乡亲朋友，予世宗机会，甲世宗支持。林先生有机会，林先生替人北投冲，替人北投拼。当时，若我会当顺利过关，林先生你议员的在任内，我将我的薪水拢捐出来，捐来咱北投做公益，来照亮都市，给林先生机会。我讲得到，做得到，多谢各位，多谢。林先生，